课程。又是一个美丽的早上了，欢迎大家收看《哥 Rana 射种侠》北马首创真人游戏节目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看了前四集的《射种侠》了吗？如果还没有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《超级金币好帮手》。将分为两个回合，每个回合各队必须派出两个代表，一位负责当守门员，另一位则负责赶鸭子。在一群鸭子里，脚上被绑着布条的鸭子是炸弹，队员必须把鸭子赶进笼门里，守门员则负责防止脚上绑着布条的鸭子进入笼门，为时三分钟。最后龙门里有最多鸭子的队伍为赢家。我们可以自己进龙门吗？因为我们也是抽小鸭。可以啊。我进你的龙门，你扣分哦。可以，大家 OK， 我们进行游戏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游戏的第一环节正式开始，计时三分钟。你怎么这么没意思？
来来Gangnam Style。整齐呢，算吧你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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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机会命运卡的时间，来来来，谁要来先抽？我们来抽先吧。对，来红队先抽啊。你玩幸运的了啊！三手，分分钟得你妈个飞。好难啊！要抛你上来了。看一下这边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，谢谢谢谢。你在哪？我这样兴奋，他很兴奋，然后嘛。现在是我们的蓝队。不可以这样子，敢说了吗？你别乱举人。OK， 现在是我们的黄队来拍代表。我抽完。我看到完了。OK， 大家都抽取完毕了。好这个机会名卡就要收着。嗯，好，我们要吗？不满意没关系。还玩过？不满意啊，不满意 ，encore。OK， 大家一路进二了。好，我们结束我们这个游戏的环节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胜利的人你们千万不要骄傲。然后输的人准备喝完这罐，来自己给早餐，我要看你表演，我等着看你表演。好 ，OK， 我让你讲了，来，游戏暂时先告一段落，让我们前往第二个游戏地点 ，Let's go， 哥，让你们十二手侠与您不久不散。其实我就是会跟动物沟通的男人。喂，喂。我是会的。走，你还找一个。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二个游戏环节的地点了，依然还是在这个亚场里面。对。然后刚才看到游戏一呢，我们就知道说游戏二有一定赢不了的。对啊。又知道。明天开什么字？对，明天开8831。OK， 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想不想变成白天鹅？当然啦，想吗？输你不要啊！要是啊！我摔都黑了。OK， 要变成白天，要变成白天鹅的话呢，要跟我一起做了哈。什么东西？你要说？你说嘛？这么鬼话？什么你？你中邪啊！人机，你可以跟我学。你喝的水跟我们不一样吗？好了，回来了。我有说你们没有跳啊，你们不要变声。好了，我们是说，我们要欢迎，我要欢迎，可是我不会。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回来了。欢迎我们朋友。游戏二撕名片大赛游戏玩法，每一局游戏只可以有两位队员参与，第一位代表母鸭，接着的是小鸭子，只有母鸭可以撕掉所有的名片，当没有小鸭子了，母鸭可以开始撕掉其他队伍母鸭的名片，小鸭子是不允许撕别个队伍的名片，先撕完所有队伍的名片为赢家。清楚了吗？Yeah.
来。第二回合游戏现在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都算男生，你不是男生，你是人妖。大家好，
这样了。放弃回去。游戏现在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快点攻啊！攻红飞。拿到了，所以拿到了，红带上冲，蓝带现在只剩下母鸭子啦，小鸭已经没有啦，冠军还是我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大家准备好了吗 ？Go go， 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换下面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敢换换人了吗？你不要离开了。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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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局就由韩队胜出啦，所以就由 Larissa 红队补上一只小鸭子啦。王者终于要下场了。王者终于要下场了，王哥，你给我下来！他几秒就下来了，啊，对对对，很快嘛，很快嘛，那这个，第十秒，哎，开始啊！十秒啊！又被秒杀，太可以讲，开始啊！哎，麻烦你再打一点好不好？就我的加油！你规定不给下来？有，你们想加油？哎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 ，OK。好好好，我们现在不能进行我们的游戏啦，我们的游戏即将要开始啦，看看谁会是今天的胜者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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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就是要上篮子一点，十秒，沙拉沙拉，根本没看就好了，沙拉先给他输血，加油！我们的红队给摘下了，所以我们蓝队现在是全队出局了。好，蓝队麻烦你到那边去。好，游戏即将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了啊！两组来自三盘杀了。红队，红队，红队，红队加油！我抓他！这一局又是我们的红队给摘下啦，所以我们的黄队即将派上我们的最后一个小鸭子啦。他们在踩，他们在踩啊！就好像就好像是眼睛痛。这也是我的优势哎！可以，红队，你打？可以啊，我要打十个。游戏即将进入尾声啦，是时候来进行我们的最后一个回合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哟，你这么，你爆了，爆了。谁会是今天的胜者呢 ？OK， 游戏即将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我先往这排来人。
该如果他这样拿出腰带怎么办？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姐妹。哎，感激感激感动感激！你很粗鲁吗？啊！哦耶！你呢？就是明显是我啦。我们。我是 Last Man Standing， 你早早就被人家失去啊！我这里的，我这里的，我这里的。耶！不要信了，你们已经输了。OK OK OK。我们的第三环节、第二环节的游戏已经全部都结束啦、很明显咯，赢家就是我们黄队啦！真是啊，看不过眼了，然后再第二名是我们的红队，来拍手一下！游戏会赢呗？有时候啦，有时候。落败的是我们的蓝队。你就能赢啊！你们要上山了，真的。OK， 上山了。来放水，放水环节，放水环节啦。由于地哪在有自己要求要做，要给他放水再来。放放水，好。由于黄队胜利了，所以又没有又在保留了。耶。那我们的红队第二名，所以要将会被扣两格。骗人的，这个游戏骗人的。谁叫你不要出来做老鹰？骗人的。我老了，没有这样说。你老才适合做老鹰啊，老的鹰啊。哎，好了，够了啊！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在这里啊，蓝队。哎呀，这是你们，你每次都要喝，你喝不闷啊？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名，就是蓝队啦。蓝队将会被扣四格。Oh my god， 四格。蓝队招上喽！还要谁？要合作？不闷了。哎呀，不够短，来看一下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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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的黄队是保留。拍着提起啊，红队剩下七分，我们的蓝队剩下六分，所以你们加油！要搞吗？接下来我们来抽取我们的机会命运卡，是，先从我们的，来我来讲讲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别的定拿，等下没有偷看的，先从蓝队开始，从蓝队开始来，来，蓝队喜欢哪来？先抽好，抽啦抽啦，来，你最喜欢。他这样子有点热，应该是不行的。哇 ，OK， 接下来是我们的红队。对，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加油！哈哈，不可以这样子走，你要这样子走。OK， 就这样子走。啊！哦，是不是这个脸？你的脸又在出卖你啊！啊，来你囧脸。OK， 接下来是轮到我们的红队。OK， 你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抽来。OK， 继续。来。我想开点。我不见了，这个吗？喂，还没有到头。喂，还没有到头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还没有到头路时间哦。你们在虽然我们蓝队输掉，但是要激动，要淡定。但是我们第三局一定可以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第三局。等一下。如果你没有赢，是不是要喝完这瓶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还记得刚才酒壶许下的承诺吗？如果他没有胜出，他将要喝完这瓶东西。游戏一天还没有完，一群都不知道谁胜谁。我帮你。第三局，我们见这桥。OK OK， 这个游戏先告一段落了，我们现在去进行第三个游戏环节。Let's go， go， go。最后一个环节啦！耶！那在这个最后一个呗，你看衣服都快这样了，衣服你放等一下，你还要跟谁去游泳啊 ？OK， 然后我们在这个环节呢，谁将会从什么样变成白天鹅呢？我要努力，我一定要变成白天鹅。
鬼羊窝啦，你看我们应该是能打的，差不多了，你们还很远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的游戏，名字叫做鸭子赛跑。游戏三，鸭子赛跑。每一个环节将由一个队员代表，每一个队员完成任务后，必须跟着下一个队员一起完成接下来的任务。每一队队员必须一起跑向终点，才能成为赢家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开始做一个游戏环节之前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来到了鸭子，来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来，等一下，这个世界上有哪种鸭子是用来治疗中风？梅子鸭。梅子鸭，不是啊。OK 啊，我们就配合你，我们就一起来进行第三个游戏环节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OK， 欢迎大家来到了第三个游戏环节，我们现在游戏要开始哦，大家准备准备，我的队友们啊，队友们啊 ，OK， 好，游戏现在开始，三二一，喂，他过分。赶快回来！哎呦，来了！OK， 我们再过关。
们给他们，快点，加油！给他们，给他们，他们，你们跟着走，来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！艾曼蹲，艾曼蹲，快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从哪里来的？换人了！哎呀哎呀，谁的进步了？加油！哎，我们永远都是斯巴达。Hello， 我们又再来到了喝凉茶的时间哦。来来来，有凉茶给你喝。上一盘的成绩是怎样啊？刚才的成绩呢？我们团队是。啊哈！我给他们自己讲啦，来，刚才成绩就最后了。我们还是玩这场游戏，这精神很好。第一名呢是我们的红队。第一名不用啊，不用不用介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是我们。蓝队，耶！获胜了，蓝队，终于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厉害厉害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抽那个生命值的部分啦。是，对，抽多少分？我们从第二名，所以是第二名，所以要被扣三分。哇，感谢感谢。来，我们要喝凉茶。接下来你有机会喝我。来到了红队，红队，黄队的要被扣六分。OK， 所以我们的黄队呢剩下四分，我们的红队剩下四分，我们的蓝队呢有六分，有六分，目前领先。还有这样多呗？目前领先的。接下来呢是我们要抽取我们的那个对对对名卡，对对对。两个人看我先。何ですか？接下来呢？快点回来！到我们了。终于不错了，没有比他们。你没有给我看吗？我也是没有看到哎。我等下有人看。我抽乌龟啊，还有鸡啊，抽你哦。你知道？啊，看错你的身体哦。不错，你接下来是我们老队。好，我们 KS 啦。来。terima kasih. Terima kasih. 改字了啦，不要字。OK OK， 大家都抽取完毕喽。现在大家都各有三张的那个机会命运卡。是。我们商量一下，讨论一下，分组讨论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稍后回来。OK。我在想一下我们今天早上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你经历过什么？不是比娜，我问是比娜，第一集都比娜，第一集比娜，就是记啊。所以大家还没有看第一集，赶快去看。空投，那空投，空投，空投，对吗？干谁？你都很喜欢对吗？干谁啊？知道单位有交代哦，我们不可以白干，要自己来。不给联盟，不给联盟牌了，所以就靠自己了。OK， 我们相信大家都讨论完毕了。对对对 ，OK。那在我们介绍我们的那个机会命卡之前，我们要把你们不要用的卡交出来，交回来。不要用的卡，现在啊，不要交错哈，交出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是我们找出来的。好，你看卡这个谁的 ？OK， 那由谁来开始？由你呢？有酒，有酒呢？拉拉力啦，挡风我不理哦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就收。OK， 三支。拉拉力啦，挡风。OK， 还是你先，还是你先，你先，你先先。对，就是你先。就红队先，红队你有什么王牌？赶快撕出来！跟我讲啊，等你们感谢出来哦。有的，有可能丢，拿错，没有了。啊！
我加给自己。来，还没有加。这个一定是我的。加给自己。好，来看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有毒啊！都没拿这张。一。没办法。啊 ，OK。没有什么选择。他们有六个。来，倒魂。来猜拳，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斯啊 ！OK， 来，开门。OK 了，我接两分，不是我们。哇！那是不是平分了？全部平分哦 ，OK 哦。哎，这样就算加 ski 哦。来，最后一那个。哎呀，看他。目前是平分哦 ，ski。哇，这好像是好像空哎，你们是。我拿换一张空给你来。OK， 那加加了嘛？要这样子，我们拿加一。OK， 过我来，过了过了过了，恭喜你，我终于终于，谢子谢子，加一 ，OK， 没有一般般的，我看没有，你拿六分半就好了，你怎样？你想怎样？六分半就赢了，六分半就赢了，好了，恭喜。这样，那我们这集的胜利，我们的。胜出者就是我们的蓝队。好，我们来颁发我们的宝箱。我们的宝箱在这里啊，颁给自己喽，就好，你自己拿，你不厉害，不要紧，我颁给我的参赛者们。来，欢迎我们的蓝队，可以可以。宝箱打开，没有开来，开来，我的宝箱吗？开起来，把宝箱打开，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呀，多久这样子啊？不要乱急哦，我跟你讲。哇，龙手，龙手哦！我们这次拿到龙手。啊，那你们一人一个啦。不要讲，不要讲啊！那还有我们的奖牌喽。好，我们还有奖牌，还有颁奖牌。来 ，K S 你的奖牌，来，这是我的奖牌，我们互相颁发啊！恭喜蓝队。蓝队有机会去到我们的总决赛哦，来挑战我们的终极九虾，还有冰糖啊！所以呢，我们的游戏呢就告一段落啦。在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恭喜我们的是 Coriana 十二种虾，您不久不散。成了所有的游戏，当然呢，那个魔兽呢已经被解散了，已经变回白天了。然后，其实呢，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它最重要的价值观在于，我们虽然刚才变成了虫虫，但是我们不自卑，我们还是继续的游戏，不要放弃。对。这是我们的学习，你们应该学习我们的这样的精神，对不对？希望在明天嘛。这个难道就是他的魔乐和魔力？是魔乐，你可以翻译一下吗？其实我听不太懂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请出我们智农休闲农庄的老板强哥。有问题想要知道关于休闲农庄的，那这个休闲农庄是几时开始创办的？这个有点多，在2012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补选嘛，啊哈，提说到那时候就往这边方面、记者方面来到这里，做访问这里有什么特色之类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那时候呢，就我本身跟父亲一起的，就是说有一个概念，是说啊，我们这里是个农庄，就是专门养鸭的。开始有一个概念，直到呢2013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啊，正式的开始来开创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这个农庄是一个父子创业的一个农庄。那请问这里的特色是什么呢？这里的特色就是家大小小来可以聚集啊，就是带小朋友来接触这些啊，这些农业之类的。对，像可能啊，现在是啊，这些鸡啊、鸭啊这种之类的。吃没有摸过，今天大家都摸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新这里呢，农庄这里还有一间餐馆 ，OK？ 那餐馆有什么特色呢？餐馆的特色就是以鸭为主的一个啊，米花鸭是可以直接带进去方便食用，哦，可以接的。啊，再来呢，就一些啊，特色
的海鲜之类的。啊 ，OK， 喝了。对啊，对对。哦。都是鱼，拿那个本地鱼、本地的海鱼、一些淡水鱼都是。嗯。然后有火锅。OK， 所以老板，等下我们的可以吃吗？哦，都不可以让他吃。OK， 哥。节目就到尾声啦，我们去吃东西了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喝热能，只喝酒家，云云不久不散，我们下期见。耶！又是我们的吃的环节，耶！我们的晚餐时间到啦，两人最喜欢了。介绍一下，你等整天就等着这个时候啊？没有啊，你跟我一样啊，对。我们饿，可是我们没有表现出来。谁准备了？好，我们谢谢这边的老板，我们智龙休闲农庄的老板，向各位我们准备的晚餐，美味的晚餐。是，然后我们要介绍第一道美食，标准我先。好，你要吃什么？比如黄梨虾那个，这个是黄梨虾。还有这个红烧双包萝卜粒。哇。那是凉热，凉热生鱼，很香哦这个。然后那这个是这边来这边一定要吃的皮扒鸭，这个是鸭子哦，真的这个很重要。那还有就是前面那一个，那道是虾米茄子。为什么要吃这个呢？这个是特肉这一期，特肉的马来语是马来语的特肉，然后这个华语是茄子，所以一定要吃这一个东西。这边是这边生产，这边当地生产。对对对，所以才有来过特肉。然后那个呢是印尼香鸭，印尼香鸭，那个也是烤鸭，所以来这边一定要吃哦。从印尼来的嘛，它是那个香料啦。OK。对，我们就要开饭咯，等不及了，说来喽，来赶快，耶！所以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来到智农休闲农庄呢，一定要叫这几道菜来吃哦。对，一定要尝尝他们的招牌鸭，招牌一定要过来啊！兄弟，我们先吃一下他的那些东西。好，来，赶快，我们来开动。Go Plus 马来西亚自创真人密室逃脱，槟城格林 Plaza 及8005大马广场各有分店 ，Zalora Asia Online Fashion Destination Pretty Beauty Academy 真人实习、流行彩妆等多元化课程 ，Understar 您的新闻资讯首选 ，Amex Advertising Made Easy Unities 你最爱的资讯杂志 ，Strong Leisure Farm 自农休闲农庄，适合一家大小的。